傅，第二个问题，师傅在星期四的白话佛法录音分享了关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故，让我们增加对佛法的见闻和智慧。师傅，弟子有个问题，关于许愿舍命往生的愿力，以下是我的理解，请师傅慈悲指导。那位屠夫因为当下舍掉了生命，把余生将杀害动物的因缘砍断了，间接救助了很多生命，这算不算是一个大功德？他立地成佛了，他本来还要杀很多的猪的或者杀牛啊，他现在放下屠刀了，他把他本来要做的恶业全部放下了，你说他算不算有功德啦？有。那么好啦，听懂了吗？懂了，感恩师傅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就犹如许愿吃糖素的师兄们，由于当下许愿吃糖素不杀生，也算是终止了余生的杀业，间接救助了很多生命，所以助人吃糖素不杀生功德很大。不过也要排除我则和法则的前提下，对吗师父？对啊，你想一想，你不吃一顿荤的，你不就是间接救了一条鱼了吗？对不对啊？但是你要有这个心，你才能有这个愿，才能有这个功德。你如果没那个心，你就没那个功德。听得懂了吗？懂了，感恩师父。第三，弟子希望师父多讲讲佛法界的典故，让我们多听说体会和容易明白白话佛法的典故，例如关于五逆重罪或观世菩萨33个化身的典故和菩萨光脚的典故等等，以增长了师兄们的兴趣。嗯，以后多讲点给你们听听好了。我其实一直讲的，只是因为你在海外，师父平时给弟子开示的时候经常讲那个佛陀的故事啊，这非常精彩的佛陀很多啊当年的故事，我们听了之后都非常受益，以后可以渐渐的可以告诉大家一些吧，好吧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